不打灯呢？嗯，不打了。啥用啊这是？没用。哎呀妈！给你个蛋。这家伙啊，干你个蛋！压顺的顶上你这俩家大嗯他俩大他俩不是你那俩小嗯这啥也给压半下子的对呀天天切萝卜天天切萝卜现在萝卜芥子疙瘩吃不了天天老给压起来牛肉萝卜馅儿，应该是我觉得红的，我觉得是牛肉的。红萝卜，红心萝卜。叔，咋的？大叔，你想吃饺子吗？吃饺子？嗯。哇，毛啊！还有公吃饺子。啥呀你？这萝卜炸的贼好吃。咋的？长点细啊，丫头。切的来就炒呗。嗯，切粗嘛，炒细。昨天跟大娘俩走路去了，嗯，走到冯屯儿，给冯屯儿屯子转一圈转。冯屯儿屯子啥呀？冯屯儿雇你们的啊？那老头看着我说：“这是遛弯儿啊，往哪屯呢？遛弯儿。”小龙看着我说：“阿婶儿，你别那么走，你搁那绑着晃起来走。”说我看我二叔走了，我二叔就抱膀走，那是咋走路？我告诉他悠达起来，他不干，他不悠达。给这猪肉切了，我爸吃了吗？吃了。你还吃一下啊？那后来做多了，他们下地我还得吃两个肉，他又来吃了。这肉做的挺香。啊？又用吃酸酱了。吃了吧。这里边不是吗？真不染了，不染。说这人家是木头厂，他那玩意儿那什么的，带涂层的。早饭啊，这就是我们的早饭。人都说早餐，咱们说早饭。有点素点啊，还素呢？嗯、吃饭呢？来吧，吃完再整。今天咋的了？嗯，今天咋没找我呢？咋不呢？我每天就提前的。就赶紧吧。回到电炉又烫了。又没有拿过碗。你就没有拿过，接着这碗舀，冒油。不行，你拿个碗吧。有辣椒油，要不要？辣椒油。嗯。咋吃啊？干饺子吃。剩一个，让他造得了吧，留着拿。你爸吃。啊？你吃我这点粥。你没吃点花，你不要花，快点。小刀得小刀花。造。嗯。
啊。